大家好，我是小钢炮。今天我们来炒一个鱼，这个鱼还是前两天到那个小溪里面钓的，还剩这么一点，昨天已经吃了一顿了。这两天好冷啊，我们都穿这么厚的衣服了。准备一点新鲜辣椒、葱、姜、蒜，还有几片西红柿。这个鱼前两天已经炸好了，现在的话就不用炸了，刚炸出来很香的这个小鱼仔。下面把这些配料全部放进来，先爆香。炒这个辣椒好呛啊，稍微弄一点点水。加点盐，加点鸡精就可以起锅了。这个葱都忘记放了。拌一下就可以了。是吗？耶，搞一个它就跑了，很香的，就是还缺一点小酒。像一般炒这个小鱼仔都是用剁辣椒炒的，我觉得我这样炒的更好吃，我个人意见啊。加了一个西红柿，也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。这个小鱼仔都没有刺的，很香的。那这个小鱼仔就炒到这里了，下次再去拍一期再给你们看。那边河里面很多小鱼仔的那个小白条，到时再钓一期吧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